Hello， 我是伯利天，虎虎咬猪即将要满一周年咯，赶快来参与我们的周年庆活动吧。打开底下资讯栏填写我们的一周年表单问卷哦，填写表单我们就有机会在节目上念到你的留言哦，赶快来赶快来。两只老虎，两只老虎跑得快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不奇怪，不奇怪。大家好，我是无在看，我是无在听，我是无在教，不记住。好，大家好，我们今天呢，就是大家要来分享的呢，这个很有趣诶，就是你喜欢做梦吗？你喜欢说梦话吗？我们今天就是三个人跟你说梦话。对，我们一起来做个白日梦。但是今天的主题呢，我们先讲真正的梦境，就是说我们一起分享看看有没有常常你在睡觉，应该是说我们可以讨论一下我们三个人啊，是不是很容易做梦的人，就是我们浅眠吗？或者是说你睡觉之后你会记得你的梦吗？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好像有时候我觉得我好像小时候比较容易做梦，那长大可能因为很累吧，就睡得很沉。就长大之后好像就比较不太会做梦，但有时候还是会有可能醒来会特别有印象的梦。对，因为人家是讲说其实应该是每个人睡觉其实都会做梦，只是就科学来讲是有的，科学来讲是说你在什么点、对，你在什么点起来导致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有做梦而已。但其实每个人每天都在做梦，对，然后睡觉的时候都有做梦，只是你有没有记得而已。只是你在哪一个点起来，然后有一种好像是我忘了是动眼期还是不动眼期，动眼期起来你就会记得，是不是？不是啊，应该说你在睡觉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个浅层睡眠、深层睡眠跟就是快速动眼期。在快速动眼期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做梦的。对。但是我其实你刚讲的那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有一个点就是说那什么时间点你是期，比如说你又在一个什么期，如果你这时候睡醒就会忘记梦，然后哪一个期起来你就会记得梦，就记得你有做梦这件事。对，是你在哪一个康长起床？对，好像是有这样子说法。我有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我觉得如果以我的经验或是我的印象来想的话，应该是你在动眼期的时候醒来，你会记得。因为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就是我曾经有过，我在睡觉，我知道我在做梦，然后我梦到我很想把这个梦分享出去，所以我很刻意想要记得，然后我在梦里我还刻意刻画，就是刻意让自己再讲一次那个梦，就是说我要记得这个梦这个很好玩，我等一下起来的时候要分享，然后我还刻意把这件事情复习了一遍，好，我确定我记得咯，好，一张开眼睛就啥都没有就忘了。那你知道这个东西啊？但是你只记得你要告诉自己，我告诉自己我有一个梦我记得，可是内容是什么？可是我真的，我还在梦中复习了一遍，结果我真的张开眼睛看到现实世界的时候，我又什么都没有了。欸，天哪！欸，你刚刚叙述的这一段，让我想到，你们知道那个JoJo的冒险，JoJo的奇妙冒险，你们知道这个JoJo力？对，我知道JoJo，你们知道那个动漫吗？一个动漫，JoJo冒险也啦，就是。它里面有一集就是跟这个一样它里面有一个替身使者是会让你进入梦乡，然后在梦里面是他可以掌管你的梦其实JoJo虽然我以前也是觉得JoJo就是感觉好像画的就是没有那么好看，比较，所以我也是可能你是长大才看，对，三十几年我都没有看过JoJo的东西。然后，因为我 Facebook 上面有一个学姐，她非常的爱JoJo，然后我就想说，既然有人这么爱，一定有他的道理。那应该是也有好看的地方吧。对，所以我有一天就是很认真的，就是把它从第一季追到，就是好像第一，对，它很多季，第六季吧，然后第一季真的是，我觉得我奉劝大家，真的想要试着入坑的人，千万不要从第一季开始看，第一季真的很闷。第一季在看的时候，我就是一直骂。是啊，那如果他从第二季或第三季开始看，会不会看得懂吗？对啊，会不会断那个？他其实没办法连续啊。没有，他的
每一季其实都是新一代的主角。哦，所以其实还好，你可以从第二季对对对对对第三季再开始看。对对，其实网络上我后来看那个 YouTuber 好像是介绍是从第三季开始看会比较好，然后你真的有兴趣的再去追前面，如果你想要追前面，对对对对对对，你再去，因为第一季真的很闷，因为第一季它就是在讲它是一个卡通，它是动漫，它是动画跟卡通的日本的，所以它的画风其实是比较粗浅的，就不是粗浅，就是比较平面的，不是像迪士尼这样子是梦幻然后很漂亮的那种，不是，它是属于比较。张力比较阳刚，也阳刚一点，他比较阳刚力比较大的那一种画法、了解。对，然后有长得有点像海贼王，也没有像海贼王又更可爱一点，好像海贼王又可爱一点，他有更多的线条感，有一点很重的、你们知道第一神拳吗？知道，对，有点像第一神拳的那种画风。哦，我明白、所以不是很少女的那一种、喜欢的那一种、对对对对。所以我一开始有看到，因为我知道很多人很喜欢这个动漫。就是有很多啾啾迷，然后他们是会有办那种什么啾啾迷聚会或什么的。真的啊？对，我是之前因为有一个他有办一个展览，好像去年还是前年有办一个展览，然后是我有一个同事就是去到那个现场，整个就疯了，然后他拍了很多照片，很奇幻的照片，然后 po 在他的那个 FB， 我看到我才发现哦，原来他就是办了一个展览，很多很多啾啾迷去朝圣，还蛮酷的，我可以看看这卡通，因为我很喜欢动漫卡通这种东西，我很喜欢。对，可是他是属于日本的，他是比较热血的那一种，他是热血打斗。对，打斗的战斗，他是战斗，他是战斗，所以他的梦里面是很多战斗的。没有梦的是梦的是其中一个人有这样的能力，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能力。哦，对，就是很酷，而且他第一季跟好像第二季还是第三季，好像是第三季的那个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们后来的战斗方法有变不一样，有究极进化就对了，对，所以大家才会说可以从第三季开始看。因为就不一样，因为前两季是不太一样的。可是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过，就是有人说梦其实是黑白的，就是很少人梦到的是彩色的。哟、那你是黑白彩色？我是彩色的。我也是彩色的、我也是彩色的。对啊，所以并不是。唐老师没有，因为唐老师有说过一个木星双鱼，木星双鱼的人、做梦是彩色的。哦，真的啊？啊，我是木星双鱼吗？我们两个是木星双鱼。那我是什麼？所以摩雷天跟摩雷垮都是木星双鱼。你不是啊？因为啊，可是我因为你跟我们的生肖不一样。我其实不知道跟你太阳双鱼有没有关系，有可能，有可能。对，因为那时候唐老师有讲说木星双鱼的人的梦是彩色的。对，我就想说这个里，我还以为那个就是上 Google 写的是错误的，就是我想说。没有啊，我从来没有什么黑不黑白的问题啊。对，我的也是彩色的。我的彩色的我的印象中都是有颜色啊。可能刚好我们三个人的那个星盘中都带有双鱼的成分蛮高的。对，因为好像都没有黑，就是我的世界里面好像没有黑白这个世界啊。没有黑白，就是我的印象中，我的所有的梦里面的印象中都没有黑白的梦。那真的有可能，因为。对啊，因为刚好我们三个人都是很双鱼的人，所以有可能我们刚好都是彩色的。对，真的别人有可能是黑白的。那你们有梦见过自己是动物吗？没有，就是都是人类啊，都是自己这样。你都是梦到你在梦里面是自己这样啊？对，我印象中，我都是没有，我有梦过我是别人过。哦，就你站在别人的身体里面的感觉。对，就是去看世界，我可能是豆豆看世界。你暴露你的年龄了。就是有点类似，对，我可能是透过别人的第一视角去看，但我不是那个，不是我哦哦，就是你觉得那个人是你在看，就是我可能在别人的躯体里面的那种，你知道你在别人的躯体里面，好酷哦，那你在操控这个人吗？好像也没有，我就只是看着而已，就是看着事情发生。可是我常梦到我是动物，哈，譬如呢，我梦到过我是一只鸟。然后我会飞，然后还有我是怎么样去躲避，然后我怎么样钻到一个洞里面去，然后怎么样就是咬着一个什么东西，然后虫对，或是竹巢什么之类的这种事情。好酷哦！是假的？对，我梦见过我是一只白色的鸟。你还知道你白色？我白色，对，照镜子哦。而且我是住在一个山壁上面的洞。你低头，你就会看到你自己啦。我自己是白色，而且我就是知道我自己是鸟，因为我会飞。
然后我看到的山啊河啊就是会是小小，因为我是在那个在飞翔嘛，就是我是很像在拍电影的里面，就是会看到像侏罗纪公园一样看到山变成小小的，然后河变小小的这样子。所以我是会飞的，所以我知道我是那只鸟。然后我也知道下雨了的时候我会被淋湿，然后我会躲回那个洞。我可以感觉到那个淋湿冰冰的感觉。好酷哦！我是有感觉的，我没有梦过我不是人呢、欸。对，我有梦见过我是动物，我都是我这样哎、欸。我除了梦过、我除了梦见我是鸟之外，我还有梦见别的，我还有梦见我是猴子啊，猴子对，而且我的猴子是有武功的，我是武功，对，我会飞檐走壁的猴子，是功夫猴子，猴子对，真的我是会飞檐走壁，然后我还会救人，然后我跟我的猴子同伴还是。那个猴子同伴我还印象中他是一个某个人，可是他其实是一只猴子，就他在我的梦里是一个猴子、可是他是有那个个性或什么，就是你的好朋友，对，他就是那个人，可是问题是他是跟我一样是一只猴子，就你们都猴化了，对对哦、哇，我的梦是很奇妙的、就是、很特别、是可以拍电影的那种，就讲出来好像都是可以拍电影的感觉，可是真的是我梦到的，哇，我只有遇过我梦到的事情啊，是我真的有动哦，就是我后来才发现，因为我有过一次很好玩的事，我跟我一个朋友睡在一个，就是我好像是去他们家住，然后可是他是小小的单人床，就以前学生时代啊，我们是小小的单人床，然后一个女生我跟她一起睡在那个床上，而且厉害的是哦，我还是睡在靠墙壁的那一边，嗯，因为她就是晚上就是她晚上，因为我还蛮早睡，她是先让我先睡了，所以我是睡在贴近墙，因为她的那个小那个单人床是靠着墙的那种，所以我是靠睡床那边哦，哎，那个墙的那边，对，然后他是在靠外面那边。可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他的房间也是小小的，可是我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有一半，就是我的腰部以上是在我躺在他的门口，然后我的腰部以上已经在门外了。然后我的腰部以下是在门内，这样子，就是我整个在那个门框，我已经躺在中间，走到那个位置去，对，是躺着哦，我已经躺在那里。然后，所以我早上眼睛睁开的时候，我想说我在哪，我是谁，我在哪，我躺在这里，我躺在这，然后我才想起来，我前一天晚上做的梦呢，是我是梦到我是特务，就特务 J 这样子，然后我们好像是在一个就是一个什么样，然后有人在追杀我，然后我在那个匍匐前进，匍匐前进，然后躺着这样子，哈哈哈，匍匐前进，就是那种那个天堂路这样子，然后匍匐前进前进，然后好像什么大爆破，然后我要逃离那个现场，然后就在这个啊啊啊，然后我就醒来了，然后就发现我人怎么？我已经快要成功逃离了，因为我一半上身以上都逃离了那个房间。可是我是怎么跨越它，然后到达那里的？我不知道哎、欸。所以他还好好的睡在床上。就没有他，对啊，他睡在床上，而且他早上起来的时候，就是我记得好像是他叫醒我的，就是他在床上，可是他一起来，他就说：“哎呦，你怎么在那？”我就他也没感觉你动了，他也没有感觉啊。他是醒来之后刚好看到我，对，因为那个房间就很小嘛，所以就一眼就看透了，所以他就是一张开眼睛就看到我台那，他就说：“哎、你怎么在那？”然后我就想：“对啊，我怎么在这？”然后我才想到，对耶，还是他的床尾是可以下去的。床尾可以下去，所以你大概是从床尾爬下去、有可能，有可能我就是坐起来，然后很那个真正这样子坐起来，然后踩到地板，然后又再躺下去，然后又再真的是特务、天哪，动作片我的妈呀，我是有一个比较奇怪的梦，是我好像一直到我开车之前，我好像都会做，而且是同样的梦，一直出现、就是一个场景吗？还是一个人？就是我、我好像被人家追赶、然后我就要一直跑、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跑一跑我会觉得我的脚要飞起来了、就是快要离地、然后我就会想要就是抓着地板，然后脚趾头就很用力，没有我的脚已经飞起来了、然后我是那个时候好像跑一跑，我就会跑到一个像草原的地方，然后我的手就会抓着那个草、因为你脚已经飞起来了，对，然后我就会想，因为脚飞起来其实你就会没什么速度了嘛、然后我就会剩下就是用手一直就是往前、就失重了，对，就是你就没有一个着力点要去抓那个速度，对，我其实这个梦我可能至少有做超过十次吧，哇，然后但是我也不确定是不是
是不是我可能真的是觉得我速度太慢还是怎么样，因为自从我会开车自从我开始开车就再也没这个梦，好像就再也没做过这个梦。哦，所以你人生前进的速度太慢，所以你需要一个快速，你想要速度感，所以就是在梦中得到了速度感。我不确定、欸 好酷哦，就是这个是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之前真的是会重复做这个梦，就是不管你前半段到底是被什么追、然后追到最后你就会跑就会跑到，总是会去到那个草原、就是、对，抓那个草，对，就是脚就飞起来。可是你是害怕的在跑吗？你的情绪是什么？我是很想要逃离什么东西在跑、逃跑，对、逃跑的那种。哦，那我有梦过跑，可是我梦的不是跑、我是梦的是我很想飞起来的跑，所以我最后也有离地。就是我在大跳大跳大跑，然后就是一直往前冲，然后一直想飞起来，然后跑跑跑，很像马力松地这样、跑跑端一跳、跑跑端一这样子。我有。可是你是刻意想要练习飞、对，想要练习飞的这个概念，我常常梦到这个。你到底有多少终于想飞？我很想跑跑跑就飞，然后跑跑跑就飞，想飞起来、对啊，就靠自己的脚飞起来、可是好像就是没有真的飞起来，就只有就是越跑越在天空的时间越长，对，停留的时间长一点而已，可是还是会落下来这样。这感觉好像跟那个什么，我们你们知道钢铁英雄吗？就是上一代，就是前阵子可能十年前吧，十年前的超人，就是那个什么亨利卡维尔演的那个超人第一集，他不是是他吗？对，他不是就是那一集是演什么？那一集是演就是他被他爸妈送到，就是因为他是外星人嘛，他不是送到地球之后，然后他就是长大之后，他突然发现了他生父就是留下来的那个太空船，然后他找到了那个披风什么的，然后他就会开始就是在那边学跳起来，然后学飞的那一段，跟那一段有点像，那种感觉，对，就是我永远记得那个感觉，而且是我常常梦到这个感觉。我常常想要这样飞尤其是小时候应该都代表着什么嘛？就比如说我们想要追求一个什么东西，或是自由奔放，或是我想要去追求一个我抓不到的东西，也是有可能，有可能，对，而且每次弄完都很累，就是很其实、就是它真的很像在运动这样子对，就是会流汗的，然后是会就是感觉你的脚是刚运动完的。你真的有在跑、对，我真的有在跑的感觉，脚酸，对，脚酸，我的身体是有运动完的感觉的。哇，有哎、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做梦然后梦到连续剧的？就是我有梦过那种，就是我梦了之后，然后我感觉到我在梦中是要已经醒来了，就是我觉得我很清醒，但可能我还没有眼睛还没有张开，但是我说梦中梦觉得不是梦中梦，就是我可能梦到一个点，然后比如说我很害怕好了，然后我就告诉自己说不行，就是赶快离开这里，然后我就醒了，可是醒了我眼睛并没有张开，但是我意识觉得我醒了，那个梦是不是就停了？停了之后然后又睡着又来了，又继续跟刚刚是同样的事情，然后就是又再继续，比如说我刚眼睛要跑到一个悬崖一边，哎呀很危险，然后我就赶快醒了之后就觉得好那没事了，然后就又悬崖边继续，又从悬崖边继续，从悬崖边继续，对，然后我可能就又掉下去了，然后又变成瀑布，然后又变成游泳，而且不是重新梦，是从那个梦的那个切点开始，对，又再继续，对，不是重复刚刚的梦，对对对对对，是我又再继续延续了，明白，对，然后我可能就掉到悬崖了，然后掉到瀑布了，然后瀑布就开始游泳，对，游泳，觉得不行了，这个、又快溺死了，然后又我要醒来，然后又醒来了，然后又再闭起来，又继续，又是水，这样就这样子，我好像没有这样过。你们有遇过吗？好像没有连续的。我有这一种，然后我也有梦中梦，然后我也有这连续好几天都做就是同样的梦，接续的梦，哈哈，还可以分天哦。对，我曾经有这样过，就是你已经隔天了，你已经醒来了，然后隔天晚上我都过完一天了，又睡觉。又从悬崖边开始。对，但我没有悬崖边啊，我那个是比较偏连续剧那一种。你说八点档那种吗？对对对，你直接下班后，你直接下班后又开始，每天睡着前都要先被打一巴掌。对啊，我是你说的那种，我可能比较偏向，因为以前小时候不是很害怕做噩梦嘛，对。然后我后来我其实可能稍微大一点点，就是也没有真的长大啊，可能就国小，就是可能比较稍微
比较懂一些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跟自己说啊，做噩梦的话，那就是叫自己赶快醒来，赶快醒来，赶快醒来。然后我可能就是做噩梦，做做，然后可能就真的是叫自己赶快醒来，就真的醒来了之后，我可能就是去喝个水或什么的，然后回来睡，嗯，又回去，哎呦的这一种，嗯。然后我也有做过那种梦中梦，是就是有一点醒不来的那种，对对对，有点像全面启动那一种，对，就是你可能也是在做一个噩梦。你可能梦到鬼还是什么东西的、嗯、然后你就逼自己醒来之后，然后你就发现诶我还在梦 里面、嗯、还在梦里，嗯嗯，哦，这个也很可怕诶、欸、就是逃不了。嗯，那你们有梦过鬼遇到鬼吗？遇到鬼哦、嗯、有啊，有，只要看鬼片就会梦到遇到鬼。诶，那你们有没有遇过？因为我其实小时候啊，我是会看鬼片的，然后看鬼片之后，我又告诉自己，可能就是我不服输吧，就是因为毕竟火象嘛，就是可能人家就说、嗯、啊，你不敢看啦、啊、你不敢啦、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觉得我不怕，就硬要看，硬要看。然后看一个鬼片之后，你就会觉得，人家不是就说吗？当你觉得一个人很孤单，你就要去看鬼片，因为你就会发现床底下都是人，天花板也是人，衣橱里面也是人，是人，厕所也是人，到时候人就觉得很真真急，就是这种感觉，就是看完鬼片你就觉得到时候是鬼嘛，然后你就觉得很害怕。然后我有发现一个。可以那个治疗鬼片的方法，就是我通常都会看完一个鬼片之后，就去看一部周星驰的电影，然后笑笑笑笑笑完就没事了，就忘了。对、哦，我会用一个新的记忆，用另外一个情绪，对，去掩盖这个记忆。哦，对对，这样很好，嗯，好方法。但是我之前梦，就是梦到鬼的时候，好像不一定是看完鬼片诶、欸。嗯，我印象中，我有一次很特别是。那时候好像是我国小还是怎么样，反正我也是印象中我好像也是在国小，嗯，然后我梦到我好像晚上要去学校，好像学校办一个什么活动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就去学校，然后我就是发现就是哎好像都是因为可能有办活动吧，然后所以就是两边好像都站蛮多人什么之类的、嗯，然后我要进那个学校前，就是他好像还需要就是我要给什么东西邀请函。之类的，或是证书什么的，嗯，我才可以进去。嗯，对。然后就是后来我醒来之后，我才发现我好像去的是一间鬼学校，因为那些人都绿绿的。哎呦，哎呦，绿绿的。对，然后而且我还是就你自己带了一个那个夜视镜，有没有？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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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夜视镜，是只有人绿绿的。嗯，是只有人是透着绿光这样。可是你在里面的时候不觉得他们是鬼？我在里面的时候，我好像没有特别害怕或者什么，我好像也不觉得他们是鬼，嗯、我只是自然的生存在那儿。但是我没有透着绿光，嗯，然后我记得我好像有拿出一个什么东西给他们，嗯，对，就另外类似一个世界，另外一个就是通关的感觉，嗯、对，我好像去了什么哪里去了一个世界，嗯、对我就对这个事情就是特别有印象，哦，对，哦、嗯，然后我另外还有梦过什么。我被异形追啊，那个可能是看完异形之后，异形又会追你，对啊，就是哇，然后你们小时候有看什么异形啊，还是什么侏罗纪公园啊？对，你们看的时候，你们脚会缩吗？脚会缩是什么意思？你在看的时候，对啊，就是很紧张，就是假如说那个恐龙要跳前腰捏脚的时候，你脚会跟着缩起来吗？我不会，你不会，嗯，我好像不会、欸，你也不会，我不会，我很害怕的时候只会。嗯，很害怕，嗯，就是我可能会抖一下，或是可能会吓一下，会吓一下，但不至于会真的躲起来，像人家拍电影看到那种说啊，好可怕，然后就躲到什么沙发上这样子，嗯、然后什么用手遮起来啊？我觉得那都不会，我都不会去这样做，我也不会用手遮起来，我也不是，欸，应该说那个时候《侏罗纪公园》第一集的时候，嗯、我们家是去那个电影院看的，嗯，然后它其实有一幕就是。他们要躲到那个轻钢架的上面、哦嗯、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长梯子嘛，对，然后一个小女孩就是爬上去之后，然后突然之间迅猛龙看到他们就是要跳起来要咬他的脚、嗯、然后他那个脚还落到、然后你的脚也缩起来了，对，我那个时候就是脚、嗯、就很想恨铁不成钢，很想跟他说缩脚啊缩脚啊对，然后我好像也梦过什么被就是异形也梦过嘛、嗯、就是要赶快跑、嗯、然后就是可能要躲在一个地方，然后就是异形就是从旁边过去之类的、嗯、然后好像还有梦过大白鲨那都是看过电影之后的后遗症，可能也是有可能我觉得醒来之后觉得好累好酷哦、嗯、
所以听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梦可以跟我们分享，希望能够在我们的留言下方留下你特别的梦境，对，跟我们分享看看你还有没有什么是很特别的，然后啊，然后我们要征求就是梦中看到是黑白的人，对，因为我们三个的梦都对，我们不明白什么是黑白的梦跟彩色的梦的差别是有什么不一样、okay. 我们感觉好像都一样啊，对啊，因为都是彩色的啊，都是有颜色的、嗯、然后如果说听众朋友有那个会解梦的人的话，也可以帮我们解看看，也可以欢迎跟我们联络、我们也很想知道我们这些奇怪的梦到底是什么原因，对对啊对啊，然后另外就是那个要赶快来填写我们那个一周年的问卷哦。啊，对，如果你们来填写问卷呢、啊，我们有机会可以在节目上念出你的留言哦。嗯，对，那我们那个虎虎咬猪已经快要一周年了，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我们的活动，然后我们还会有票选，就最近我们会画我们三个人的自画像，就是我们三个人都会画自画像在下面，然后给你们看说是谁画的，然后还有猜哪一个是魔力款，哪一个是魔力天，哪一个是福气猪，而且要听过我们的 hashtag 以后才会知道哦，是 podcast 听过我们的 podcast 以后才会知道我们的个性哦。好哦，好，那我们下次见，拜拜，拜拜，拜拜。